跳的这个技能值。哎，这是星图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我没玩过这张图哎 ，Oh my god！ 这要怎么走？这是地下城哎。哦，有人中宝箱怪，怎么又是你 ，VTuber？Oh my god！ 我靠，还有分三层哎！啊，这是哪？影子太大了吧？那边好多人哦。哎呦，人很厉害哦。哎，没砍到。哎呦，这个就是算蛮会玩的，就是我刚刚那个失误没有打到他，他蛮会玩的。像这样就会被追很久，这是我说这只角色如果遇到一些状况的话。哦，他蛮会溜这只的，我讲真，他是真的蛮强的。讲真，他是真的蛮强的。这是新鬼吗？没错。咦，这是什么快板？啊，这什么地形？啊！ That belongs to me. 啊！完了，他去哪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！这是哪？完蛋了！我第一次来这张图啊，怎么办？要被霸凌了！传送的那个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哎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人被宝箱怪吃到，然后又被我砍到一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我可以传得回去吗？这个门是可以再传得回去的吗？哎，不行哎，那得没有 CD。哎 ，VTuber， 我找到你喽！资讯量过大，真的哎，资讯量过大。我没有过这张图啦，真的，我刚刚超像迷路的，哈哈哈，一瞬间不知道我在干嘛哎、欸，笑死！啊哇哦！有鬼有鬼有鬼中这什么？哎呦，他每次进去我都不知道哈哈 ！Oh my god！ 提醒沙巴，我来了 ！Oh my god！ 他去哪里了？哦，这个地图好混乱哦！啊，这里有板了！不是新鬼落啊，是我不熟这图。我在哪里啦？我怎么上去？啊？啊？我刚看到有人啊！啊，不管，先出去。哎、欸，有人！红驴驴绿驴驴鱼鱼，找到你了。
Oh my god， 得死呢！老哥，你还在修？你确定我来了呢？哎呦，他要传送 ！Oh my god， 得死呢！Oh my god， 迪士尼，他那个传送真的好烦哦，每次都找不到他。不，好多人哦，两个人，完了。他们去哪了？啊！哦，我听到他在左边，可是我走不过去啊！哪里？哎！啊！差点没看到。哎，抓到喽！哈哈！完了，我现在真的是超那个斜咖哎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耶。哎呦，这里竟然还有天灾垢，好鬼哦！那、啊、我要怎么上去啊？那我要怎么上去啊？这里完了，他把我带到一个很奇怪的位置。这里是会卡住的啊！刚才有人在那边卡住，笑死！不要再走那个洞了啦，老哥！朋友，男童，乖乖给我去钩子上啊！有哎、欸，最后一钩。这又是哪？这怎么有洞？哎、欸、，VTuber。再斩你一次哦 ，VTuber！ 哈哈哈哈！我觉得这把我打得超斜咖的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变骨头喽，哈哈！有个在下面呢，哪招啊？那边我要怎么下去 ？Oh my god， 迪士尼 ！Oh my god， 迪士尼！我看到他在下面，但我不知道怎么下去。住手！不要再修那台了，朋友。By which to what?
他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啊？你看那个男童，他东西也太多了吧？哎，有个在我正楼上，不是，我要怎么上去，老哥？好，我看到了。不要飞啊！不要飞啦，我进不去啦。这也是死路，哈哈！等等，他偷我好多东西哦。红驴驴，没看到人。红驴驴，你怎么还在这？完了，你要被扁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完蛋了。红驴驴怎么不见了？不可能，我不信！完了，他有那个啊！红驴驴跌倒喽！还不能那个。还在那边补血。就是你了，兄弟。硬直也太久了吧。跑不掉喽。等我记得 CD 转好，又是一尾活龙喽。事情高啊，老师。很可能帮你脱衣服咯，兄弟。完全没有用那个手的技能，左边的手真的完全没用，我觉得技能超没用的。感觉到他们也是斜卡的呢。男童，Oh my god！ 不要抓到失误了，长板区玩不了。这招真的是长板区玩不起来哎！哎呦，猛哦！我想问如果他半血，他还可以用他那个传送能力传走吗？翻窗加速。恶心鬼 death， 抓地图不是很麻烦。这边有不同的那个斩杀动画、好啦，给他跳地道吧，因为他知道地道在小屋那边，给他跳吧。妹纸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，就是我也超级迷路。这张图跟很花那张图哪个比较容易迷路？我觉得应该是很花那张图比较容易迷路这样子。哈、这个来打伊利耶！笑死，这个这一船被我打崩还这样讲。